你去想想，飞飞胡来，如果咱的数据不被改 ，GTV 今天值多少钱？不要说3.5亿，1亿的关注量，我们今天就是值500亿到1000亿，最起码超过你推特，你推特这有什么呀？我们肯定超你啊！从 YouTube 账号的数据 ，GTV 的数据，包括 GNews 现在被称为国内就是飞飞秀 GNews。GNews 是排在大概第十几名吧，飞飞秀大概是30几名。我看那个所谓的最近国内在海外必须控制的所谓的这个社交媒体的数据，啊，飞飞秀在里边。啊，你去想想 ，GNews 被一个党、一个国家列为一个这么大的这么管理控制的数据，说明什么？它也得被黑掉百倍千倍。啊，这就是爆料革命战友，你们知道，你们很伟大，你们千万不能只相信平面上你眼睛看到的和共产党让你知道的。你要知道的是咱们真实的能力和数据。同时今天你再想想，这些数据都变到洗币的时候值多少钱了？它能挡得住吗？挡不住。